恰扣已经10个月了，最近她有点变化。以前她是我最乖的小女儿，从来不害怕剪指甲。最近她开始变了，接下来试试看啊，我再闻一个这个，闻闻，哎呦呦，我拿颗零食，闻，恰扣，看，当，哎呦呦，看。中间有个零食吃掉了，喵喵喵喵喵，跑走跑走，害怕，乖啊，加口乖，看不见，后面剪他的指甲，看看他会不会害怕。哟，好一点，哎，哎，哦，有有有，哎呦喂，哎呦。哎呦喂，你看又把头埋起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恰克把头埋起来，选择不看见，乖啊，不看见就不剪了啊，恰克，你看看你指甲，哎呦，松走，悄悄的啊，哎呦，爸爸帮你剪啊，悄悄的，咦，偷走了，恰克，看。每次零食都能叫回来，再往前一点，匍匐前进，来看，当，啊，我们去剪一下好吧，剪一下，啊，就剪一下啊，不疼了，哎，你看。一点是没有，啊啊！这剪到现在才剪了一个手，好了好了，这个手剪完了，手剪完了，好吧，来，剪完了，爸爸给你磨一下，你看，你看磨指甲不疼啊？嗯，嗯，给你来个十级美容。这个怎么样磨完指甲啊？亮爪，修完指甲，修完毛，亮爪，好漂亮！亮爪，嘿嘿，你要给大家做个榜样啊！你是藏好学生，你跟欧卡不一样。我吐槽欧卡，欧卡听得见吗？笑死！手脚脚都剪得干干净净，多好！吓死了吓死了吓死了，乖啊，小哥好乖呀，剃毛不怕，剪指甲怎么好了，剪完剃完毛，嗯，修完指甲干干净净，嗯，啊，不害怕了好吧，啊，不要生爸爸气啊，嗯，乖，好乖，好，走，自己去玩。